我已经决定淡出红蓝，公司营运已经决定交给纪委会的九人小组，我对他们很有信心，我认为各位股东放心，他们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。所以今天的股东大会呢，我目前就指定由李方明董事，李方明董事来主持。等股东会议结束后，我会有我自己的感言的发表，然后再跟大家见面。谢谢各位。